全て私のせいです。仁、それでも武士か。父上は私をかばって。息子を守るため戦で死んだのだ。無念はない。それがモノノフ。これからはお前が意志を継げ。不觉得那个家会很像是那个加速符号吗？この太刀に宿ってよ。两个大鱼。これを父と思え。明天来我的房间吧。迎え入れよ。至尊大人。今日は父に別れを告げろ。哇靠！你这样都不死哦。我觉得他插刀子血的时候很帅，就是先伸出左手，然后再拿刀去抹那个血迹，看那个超帅。那个动作，复联四下半不是有那个鹰眼吗？他有做过类似的动作。FF7会没得奖原因是因为他的剧本旧的吧。可是我觉得 FF7 是今年算很好玩的，算最好玩的。可我觉得这款比 FF7 好玩，所以还没有玩完。我看那个草，简单又来了。如果杰奈可以长得再漂亮一点，那就完美了。志村殿を見つけ。有没有女忍者？这个设定很好。女刺客。然后设计可18、20岁，哇。命を捨てても対馬を救うつもりが、今や猛虎に故郷を乗っ取られ、味方もいなくなった。自分より強い奴に負ける気持ち分かるよ。情けないよね。美国奖项，我怎么觉得会变成是2077第一名？指出，在12月10日登场，然后第一名。このまま再び母に挑んだとしても、帰り討ちに会うのは必要。他の手立てを考えねばなるまい。そうして志村殿を救い、故郷を取り戻そう。だったら私が。騎兵だ。ハーンの番犬だ。大勢で来る。まずい。隠れなきゃ。完蛋了。解析度是差在光远吧。
感觉如果我用 PS5 版玩的话，我可以用那个更高解析度比较。感觉他跑得动了。安全吗，杰奈？安全吗？馬が逃げちまったじゃないか。主の元に戻るようしつけてやれ。哎，这是我的豪华版。这么会躲。猛虎はあんたを探して。哦，触碰就可以收刀，谢谢。お主は逃げろ。俺が猛虎兵を引きつける。タカを助けるまでそばを離れるつもりはないよ。ではまず加勢を得ねばな。腕が立つといえば石川先生や足立政子殿、このお二人を。高だって腕はいい。あの子を助ければ島で一番の鍛冶屋が味方につくんだ。城に忍び込める道具だって作れるよ。では壁を登れるようなものは。高の腕なら朝飯前さ。那可以做那个吗？地下城的魔剑。ケチのあたりだった。我的需求是射出熊熊的烈火。然后会打雷，会结冰，然后使用次数十次。ユナ、必ず弟は助ける。我还有一把可以随着我等级成长的武器。哦呦，这段。就直蠢达人，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告诉我们整段故事在讲什么，对抗蒙古军，然后主角的出世，武士的这个世主嘛。所以我们要潜入这个领地，对不对？我有办法直接杀进去吗？取回战旗。所以现在我变武士喽。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这是藏獒吗？结束痛哦，这个收刀很帅。好，先来看一下地图吧。对马岛，所以对马岛在冲绳附近嘛。这是一个故事，武者信条。哦，等于说我们可以救他弟弟。石川师傅的故事，教我们射箭。啊，懂了懂了。岸上滑动，哦，让风来指引我，哎，哇！
因为这个那画面是那个东西吗？对，就是那个。警察路。来对峙一下。只会防御，没事，大王，明天又有那个了，新的登记了，人人有机会啊！哎，下来。会长晚点出刀。真烦呢。所以那个道场的信条在哪？找不到了。嗨嗨。那个人，你的荣耀去哪了？吉米怎么会有 VIP？ 因为他卖我黑喷啊！谢谢 BO 四个月。感谢夜晚的单四个月。先找我的那个。找我的旗帜。嗨，我的冷刀呢？哎，收刀是在哪一个？哦，是这个。啊，你知道进攻了没？哎、欸！先弄弓箭手啦，受不了了，一直偷射。有没有人知道旗帜在哪边呢、啊？找不到了、吴龙准备好了，明天抽卡了。有嘞，旗帜有三个，一二三，哦，看到了。战旗总共有八十件。比我想象的还要少、欸、哇，发票中2500很难、欸、我已经很久没有兑发票了，我没有梦想。所以这样子就算解放了吗？然后还要摧毁黑火药。
开地图，上面会有黑火药，总会有叫师傅来帮忙。哦，我有没有豪华版的东西？有欸，对马英雄。哎呀，哎呀，抱歉，我有点装。我是英雄，对马英雄。看看我这身狼皮，我觉得预设装比较好看。对，进一步的更了解蒙古人。哎呦，居然有头盔，原来它是套装哦，这样。感觉它的缺点是颜色不太对，如果是红色系我就很喜欢。装备好像不会影响。腰际300公尺。请告诉我黑火药去哪？该不会是这个吧 ？WS 哦，是抽怕痛吗？还是抽灰夜机啊？找马车。马车在哪里啊？在中间啊。因为我怕回来还要重打一次，所以先找好了。然后地图选我的据点。OK， 然后往上滑会有标记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呦，大尾的出来了，参ります。不要照他的屁股啦，不好看。给我给我卡起来！前面给我卡起来！
击杀武将。哦，击杀可以观察更多的架势。要不要测一下最后生还者？会测一代啊，二代就算了。哎，拿到村长有什么好处吗？快速旅行还是可以做装备？服饰草。可以学招式嘞，有没有推荐的技能呢？传说翻滚，哦，两下。最后一刻招架，然后反击的时候可以获得决议，会补血用。哇，反击的时候有 20% 威吓对手。爆裂剑可以学。哎，有巫女，先看一下长怎样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这边东西也太多了吧？哇，穿山甲哎，这可以养吗？手伝いできることは酒井様生きていらしたのですね。なんとかだ。那是肯定的。どこかで会ったか。求斗内。いえ、ただご出陣のお姿を見ただけです。これを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。お探しの者へと誘う力があ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。それはお主が持っていろ。猛虎が怖くて私は動けません。もし道すがら花を見つけたらここに持ってきてもらえますか。いろいろ染め直しますよ。覚えておこう。助かった。刀具足りないようですね。お、我刀具都可以做。这个樱花好像要很贵。好，我们先去救弟弟吧。では。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ん？いい子だ、そら。哎嘿，没错。哎呦，啊，怎么获得这个风衣了？旅人套装接近珍宝的时候会震动，哎，哦。真的会抖哎、欸！珍宝，他有在抖啊，可我找不到。总觉得他在干扰我、啊。没事没事，破主线破主线。我刚跟着萤火虫都可以找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去下一个。安安，哎妈，会不会死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自己人自己人。Yunano， 哇，他听力也太好了吧，这么远。
ジェン待ってたよ